人寿第二年举办花坛乡仑仔社区庆端午关怀绿色活动，如何在花坛乡庆安宫来举行，邀请社区来绿色家庭、新住民家庭甲社区同乐，提早来过五日节。花坛乡仑仔社区居民用上欢喜的心情迎接这五日节庆祝活动，现场嘛提供香喷 DIY 活动。花坛乡仑仔社区前两年因为举办花海节，差在社区的知名度。伫当时，社区为着要迎接来自各地游客，由社区准备了真多点心，其中上好食就是肉粽。为着要伫这五日节前会当再度凝聚社区居民的感情，仑仔社区发展协会再度规划举办白肉粽关怀社区弱势家庭的活动。咱今仔仑仔社区吼，嘛是同款。比较的旧年吼，来办这个庆端阳吼，这个活动吼，迄个嘛绑着这个肉粽吼，要来哦送哦咱社区内底独居老人啦吼，甲着弱势团体，甲今年嘛来办这个八十岁以上吼，嘛同款我有来哦送一个肉粽哦过节安尼，嘛来宣导着咱吼，这个贩毒吼，甲着咱这能减碳的这个部分安尼，来互地方吼跩士大，甲跩村民吼会当来了解。今仔日吼是咱仑仔顶社区吼咧办白肉粽的一个活动吼，为着庆提早庆祝着咱端午佳节，咱的村长甲咱的副主席吼，为咱砖头真正热心吼，逐年拢办着这庆端午，佮结合着咱的中油，甲咱的台灯，佮配合一个宣导，互咱砖仔头的活动会当更加丰富、更加精彩，互咱遮砖仔头遮时代会当提早食肉粽，提早过一个端午的佳节，佮会当顺便做一寡正面的宣导，实在是真正用心。对，咱仑仔顶社区吼，感谢咱村长佮咱的社区理事长兼代表啦吼。办到吼，实在会使讲有模有样啦。甲咱的士大人吼，独居老人啦，皆是留好啦。八十岁以上的吼，拢有肉丸送到有遮啦。而且吼，替咱在士大，甲伊感谢。仑仔社区这几年来，伫社区发展协会拍拼之下，凝聚了社区居民的感情。只要社区需要，大家拢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希望将仑仔社区打造成花坛乡上优质的社区。新中华新闻北边林花坛采访报道。